都说温泉水对你的肌肤好，我很好奇，哪一种温泉水能给肌肤不变的爱呢？这杯是来自法国奥维涅火山区的威兹火山温泉水，而这一杯是普通的温泉水。现在颜色显示它们都呈温和中性酸碱值。现在我们用柠檬酸来模拟外界酸性污染对皮肤的侵袭。你看，威兹火山温泉水已经迅速缓冲了外界环境的侵袭，恢复到了平衡的酸碱值。哪一种对你的肌肤表面环境更好，一目了然。原来威兹的火山温泉水这样神奇，能给肌肤如此强韧的保护和始终不变的爱。有了它，你的肌肤强韧鲜活弹润，真的忍不住想闻一下哦。你的肌肤这么强韧，这么鲜活弹润，让我忍不住想要闻你一下呢。都说温泉水对皮肤好，到底什么样的温泉水可以给肌肤带来强韧保护的爱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鸡蛋的强韧程度在两种水的浸泡之下会有什么不同。这一杯是威兹温泉水，它来自法国奥维涅火山区，而这一杯是普通的温泉水。让我们来看看结果。第一回合，威兹胜；第二回合，威兹胜；第三回合，最后，有了火山温泉的强韧保护，你的肌肤鲜活强韧，无惧侵袭哦。这样的肌肤，真的忍不住想要吻一下。